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在今天这个活动呢，推出一个红色妖魔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啊。那这次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的活动？不过这一次的这个红色妖魔活动，推荐大家一定要参加，因为这次这个红色妖魔的活动呢，会让你的叶子越来越补，而且经验值越来越高。那跟以前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的红色妖魔它几乎是会帮你一直补叶子哦，然后补到后来，甚至如果你打得快的话，找得快，技术好的话呢，可以补到四五百页甚至以上，然后经验值也可以增加一大堆。好，那这个后面呢，小编这边就用快转的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小编在这个活动期间，光是十二点这一场就打到了多少的叶子，还有这个经验值。好了，这样子活动也差不多到尾声了，现在已经打不到这个红色妖魔。不过现在这样看起来，红色妖魔以小编自己的机体来讲，每一只这个红色妖魔大概是49将近50万的经验值。那红色妖魔斗士的话，那个经验值就更多了，所以是整体来说可以打到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值，而且还完全不会亏。所以呢，推荐大家如果有活动有时间的话呢，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也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